希望领受丰盛的恩典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在《陈兰立续新生》这个节目当中见面了。在遥远的中国甘肃省敦煌市附近，有形状酷似弯弯的月亮而得名的月牙泉。月牙泉处于鸣沙山怀抱之中，泉水遇到干旱不枯竭，遇到风吹沙不落，堪称沙漠奇观。在大漠中，像一弯新月的月牙泉，泉水清澈，带来灵的沉静，心的平安。初秋天人未亮的清晨四五点钟，鸣沙山满天星斗，清新的空气，丝丝的寒意，骆驼队伍在微风中缓缓地朝着山顶行进。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群山中，骆驼身上的铃铛发出了悦耳的叮当声，一切是那么的美好，仿佛置身画中。在朦胧的情景里，似幻似真的骆驼队伍中，我随着骆驼律动摇晃着身体，四维观赏，仰望星空，馨香的气味，沙风起伏的群山，悦耳的铃声，奇特的感受。天地何其宽广，宇宙何其浩瀚，造物者何其伟大，能够创造这美丽的大自然景观。陈兰立续与新生，细语我的心声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。